遥望京城的天际线，紧看身边的四合院，繁华大街胡同的角落，一边忙来一边闲。早起程晚回还，进门准得有热饭，逢酷暑遇严寒，身边有人问冷暖。胡同好一曲合家欢，万事千般只等闲，相隔再远情不散，人生最乐是团圆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准点准点准时来到咪咕咖啡厅，观看由北京卫视和中国移动咪咕联合为您打造的春节特别节目《家和万事兴》，我是主持人曹阳。今天呢是我们《家和万事兴》的第一期节目，正好也赶上大年初一啊。说到《家和万事兴》的主题家，有的观众朋友们肯定会问了，哟，这谁呀？这谁呀？哎呦，关玲儿，来，欢迎！哎呀呀呀！我在旁边那个棚呢。哎呀，是啊是啊，这我老搭档了，老搭档。哎，咱俩一块儿吧。别，人正工作呢，不打扰了，回家啊。行，哪天聊。哎呀，哎，我录到哪儿了？观众朋友，您可能会问了。您可能会问了，说在你的心目当中，家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？其实很简单，在我的心里啊，家就是能够让我放松所有的地方啊。你想啊，下班回到家，沙发一倒，看看手机啊，玩玩电脑，打开电视，点点烧烤啊，嗑俩毛豆，来盘水饺，来瓶啤酒，哎，我再点俩汉堡，吃饱了就睡。我还不洗脚，您说好不好？怎么样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对什么呀，你这根本就不对。嘿，我就知道他在旁边接茬呢。那你说，你说那不是家，那一屋。有这么说话的吗？窝是形容人的吗？你说的那个呀，充其量是个房子，它不是家呀。那你说家是什么？我也别说了啊，这样，这周围有好多街坊邻居，咱们去采访采访。啊，可以啊。那走。走。胡同啊，它就叫家和胡同，在这附近住的都是咱们的老街坊和老邻居。嘿，这胡同还真挺热闹的。哎，对了，官人，我一会儿能在这胡同里随便采访采访？没问题啊。哎，这就行。我瞅瞅啊，这个是大姐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那眼熟啊，又说不是那谁。那谁嘛？那谁？来，快来！快看，这不是那谁吗？那谁？老在电视里边。里边那个谁？哎呦喂，今儿见着活着嘞！他叫人叫什么名字呀？哎呀，那个名字在嘴边就想不起来，在嘴边呢。北京台的主持人。对，是。夫妻剧场的英达。不是，我长得像英达吗？不是英达。不是。这不是胖戴眼镜吗？纳威啊，就是就佳琪那个。对。什么纳威呀？那还不如英达呢。不是。啊，不是英达呀。散了吧。啊，我想起来了啊！哎，他这真的不是英达，就是那个北京台春晚那主持人。想起来了。你叫海淀。海淀干什么呀？我叫曹阳。朝阳。哎，不是朝阳，不是朝阳，是曹阳。今天呢，我没别的事儿啊，我就想采访采访您，行吗？采访我呀？好呀，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。行，那个我叫马小燕，人送外号，不是人称吧？马大姐。我今年59.5岁。马姐您好。哎，您好。那我能问您个问题吗？哎，您说。我就想问问您啊，在您的心里，家是什么？家呀，分小家和大家。小家呢，
就是一家人啊，温馨呐、啊，甜蜜。大家呢，就是亲戚朋友啊，这个街坊邻居啊，团结友爱啊，小家呢温暖甜蜜，大家呢和睦，家和才能万事兴的吗？说的也太好了，是嗨，我刚跟我们那居委会那宣传栏上看见的。哎，对了，那马大姐，您是居委会的？啊，我不是，我是挨着胡同长大的。哎，那您对这胡同里的街坊邻居都熟吗？太熟了呀！你要采访谁，我带你去。哎呦，真的，那太好了！那这样，那曹操，那你忙着，我就在旁边棚还有录像，我先走了。得嘞，得嘞，谢谢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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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了啊！哎，那怎么那么像关凌啊？啊，就是啊，就是关凌。哎呦，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哎呀呀呀，马大姐，你赶紧带我去溜溜去。行行行行，我给你找一能聊的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这边。哎呀，古董店。哎呦，完了，这就是我住的小院。哎呦，这是您的。来来，您坐这脚底下啊。哎，没事。哎哎哎，您慢点。我们这院小点儿，还挺好的，是吧？挺好的。啊，那个这个老牛头啊，住这屋。哦，那边呢是帅帅。哦，帅帅，啊，对呀，啊，就是这个这街坊啊，帅帅那屋，他是那个，我看看，哦，不在家，帅帅是煮饽饽的，煮饽饽，老北京话啊，煮饺子呢就叫煮饽饽。哦，那我明白了，他是卖饺子的。嗨，卖饺子干嘛？就是那个他呀，成天就是弄一架子。你看，你看见没有？哎，支一架子，然后上面有一手机，然后冲着那个喊那什么，老铁们666啊！啊，那我明白了，他那叫网络主播。哦，网络主播不？对。哦，不是，没有。那个，我给你叫叫老牛头。哦，行。老牛头。老马，你这鸡包子喊叫是干嘛的？老牛哥不在家。这不是吗？人家北京卫视啊，我来采访。啊，是是是，所以呢，我想让老牛头说两句话。北京卫视的呀，你采访什么呀？哎，那个有什么要采访的，那冲我来。这位是？这是我女儿王海佳。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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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我老伴儿王彦长。哦，王大爷你好，您坐，您坐。这趟来呀，就想问问咱们街坊邻居。哎，正好碰见您了，来问问您，王大爷，在您的心里，家到底是什么感受？这个家呀，啊，分小家和大家。哎，那小家呢，就是一家人，温馨甜蜜。哎，大家呢，就是亲朋好友、街坊四邻，团结友爱。哎，小家温暖，大家和睦，家和才能万事兴嘛。那怎么说的都一样？跟我学的。走走走，我领你上那边转转。好嘞，好嘞。啊，走走了，一会儿见了啊。这边，这边。哎呦，您留神脚底下。哎，等会儿，这边，这边来，我这边也是。也是，我跟您说啊，我领您上这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这老太太往哪儿撞啊？对不起，没磕着您吧？您看看，真是。郑艳红，是郑艳红，你怎么追这儿来了？啊，您说什么？你别跟我装傻，合着我这关了手机，乔装改扮都躲不开你。我跟你说，老玉米，法院该判给你的已经判给你了，别没结没完的。你，等会儿，哎，志伟先生，我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啊，贾志新，你认识我？当然认识了。哎呦，我怎么老成这样了？不是你怎么说话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不是，别着急啊，这位啊是马大姐，不是您说那郑艳红，您认错人了。不可能。他再怎么叨叨，他也是我前妻呀！啊，怎么说话呢？哎呦，我活不了了，活不了了！我清清白白一辈子，怎么成你前妻了？我怎么怎么回事？怎么着？出什么事儿？爸，您嚷嚷什么呢？不是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郑艳红，这闺女是你的啊？跟谁生的呀？这闺女是我们的。郑艳红，不是我说你，改嫁就改嫁吧。你嫁这么一老头，你哎，你别张嘴老头闭嘴老头的，我有名有姓没有啊？我知道你姓什么呀？我姓王啊，隔壁老王。兄弟，你给评评理啊，他是不是比我还难看？
要说他还真是比您难，难为死我了，这怎么评价呀？不是，都是大老爷们儿，一场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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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给我说清楚了啊！回头你跑了，我跟我闺女跟我老公，我怎么交代我啊？我怎么交代我？这位爸，叔叔，看样子你也是一位成功人士吧？看出来了，就没假自信，夏总。哎呦，妈，别回头，这个才是我爸爸呢。是啥？哎呀，我活不了了，我。嗨，你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非得拆散我们家是不是？我好好的，我拆你们家干嘛呀？我跟你这么说啊，这家是分小家跟大家，小家是一家人的温馨甜蜜，大家是邻里之间亲朋好友的和谐团结，小家温馨，大家和谐，这才叫家和万事兴。哎呦，说得很好啊！哎呀。贾欣，贾抗在这儿呢，真追过来了。那对不起，我真认错人了啊，马子也对不起，但是你确实像那谁。干嘛呀？干嘛去你？嘿，待会儿你给我站住你！哎呦妈，您回头问问我姥姥吧，您是不是有一双胞胎妹妹呀？底板是差不多。可人家捯饬出来怎么就他捯饬出来怎么了？就不如你好看呢。帅帅，哎，你得多注意点你自己的眼睛，整天的看手机，回头把眼睛弄不好了。好嘞，知道了，那大爷。哎，回头过来常玩啊。好，大爷给您做好吃的，专门补眼睛的。听听，哎，等等，爸，吃什么补眼睛？那多了，做完你就知道了。哦，您吃胡萝卜吧，我可不爱吃胡萝卜。嗨，来，您这边来。坐，这边。哎，这边请。老衲。在呢，在呢。马丽儿，老衲这厢有礼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咱们北京卫视的主持人。你好，我叫曹阳。是不是不记得呀？我感觉跟照镜子似的。这是老大的儿子纳好。哦，哎，纳好兄弟，哎呀，幸会，你好。哎呦，哥，就当自己家，您甭客气啊。行，那就不客气。哎呀，别说你们家还挺大的。可说呢。啊，可不是嘛。可也不是。为什么呀？家有大家，也有小家。小家呢是一家人的温馨甜蜜，大家是街坊邻居啊，亲朋好友的团结友爱，小家温馨，大家和谐，哎，只有家和才能万事兴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对了，哥，我就先不跟您唠叨了，我这接了单了，回头再聊啊，再见啊。哎，马大人，哎，这一胡同怎么都说一句话？我们这叫思想统一，步调一致，对不对？对。回头啊，我让那个老牛头再跟你聊聊，看他能不能说出点新鲜的。哦，不，马大姐，牛大爷们就不用采访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已经找到答案了呀。啊，家有小家，有大家。嗯，小家呢是一家人的温馨甜蜜。大家呢是街坊邻里啊，亲朋好友的团结友爱。嗯，小家温暖，大家和谐，只有家和才能万事兴，对不对？讲得好，讲得好。哎呀，今天谢谢马大姐。哎呦，谢谢纳大爷，谢谢你啊，下次见了。哦，回见您嘞。哎呦，哎呀，这多懂事的孩子。嗯，怎么姓曹呢？哎呦，多好的上镜头的机会呀！那老牛呢？牛大爷，你干啥呢？吓我一跳，你死孩子！干什么玩意儿？你在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在这等你半天了，专门等您。你这话说的不招信呢啊？你咋的？你这摊就摆街口，你怎么能是专门等我呢？您不是每天给你闺女我季红姐订烤冷面吗？
我又不在这专门等你，你这每天一面，那不泡汤了吗？行，那是我闺女好吃这一口，是吧？再加上她忙啊，她能老往你这跑啊？我每天给她订一份烤冷面，我叫个闪送，咔，送到了。这闪送员成了专门给你送烤冷面的了。那玩意儿啥都能送。哦呦，那街口有个卖桃的，哪家的大桃？水呢？嗯，我整五斤送给老孙呐。啊，圆，怎么整？叫闪送。妈呀，还能叫闪送呢？那还有。他街尾巴那块儿啊，卖人参果啊，我一想，高老庄那老猪好吃这口啊，叫闪送十斤，咔家送到了，又叫那闪送啊！哎，昨天我蒸了一屉这个粘豆包，咔半屉，我给闷头沟老唐叫闪送，咔送到了。牛大爷，您真是热心肠啊！那行，我这就给你整冷面啊，你叫闪送吧。哎。我这就叫闪送啊！啊，哎呀，你这就叫闪送吧？我跟你说，那闪送员接单老快了，嗯，那送的也快呀，那腿跟猪的似的，着急忙慌给您送啊！你现在点，一会儿我季红姐就能吃上了啊！那你给我整十份，完了呢，整十根火腿肠啊！你是一共要十根啊，还是一份夹十根啊？一份夹十根，你能做出来呀？我能做出来是做出来，我怕你吃下去，我把这个给你整啊。你别要干辣椒啊！哎呀，一定要干辣椒，辣一定要辣！哎呀，知道了。对对对对，哎哎对哎，这回正了。对对对，这回贴的正。哎呀，有马大姐吗？啥呢？哎呀，这不马上开冬奥会了吗？哎呀，振奋人心。小王啊，哎，这一个宣传画，我看贴你摊上一个吧。啊，马大爷，您贴我这干啥呀？你说的，因为这孩子什么觉悟，还干啥呀？你说干啥？你说干啥啊？你看见没有啊？冬奥会的冬，烤冷面的冷，哎呦，多般配呀！啊，你就占冬奥会的光吧你。哎呀，站好了。哎呀，马大爷，听你们这一说，那不知道的以为我是咱胡同里的冬奥形象大使呢。哎，别说，你要是。以后选那个冬奥会的那个胡同大使，哎，我给你报上名。哎呦，那谢谢您，马大爷。好嘞，给我来份烤冷面，赶紧坐。哎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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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别急啊，我那十个在先哈。啊我那十个高辣椒，多高辣椒。他的钱。你要了十个？哎，能哪辈子见过这个？啊，等会儿呗，那怕啥呢？你就只当搁这陪我唠会嗑呗。哎，哎，我说马大姐啊，你家老王呢？咋没出来呢？嗨，这不我闺女王爱佳回来了吗？啊，给他爸买的那个什么那个治疗按摩腿的那个什么仪器，挨家那治疗呢。等我们家老王那腿治好了，就可以参加冬奥会了。我的妈呀！就你家老王那腿啊，治吧，那就是全治好了，恐怕连残奥会都不要他。怎么说话呢你？啊，嘿嘿嘿。你是看着我们家姑娘这个孝顺呐、啊，这个体贴呀、啊，你是羡慕嫉妒恨。哎呀，我羡慕嫉妒恨，你家闺女孝顺，那我家女婿孙明差啥呀？那不也孝顺呢？那待会儿他们就回来看我来了。切，你们孙明孝顺那是应该的，因为他惦记着跟你姑娘复婚呢。咋的？都这些年过去了，还没复婚呢？没有。哎呀，这不是吗？牛继红到哪儿，孙明就跟到哪儿。干，从东北愣追到北京来了。那说明我闺女结婚有魅力，是不是？人家俩人一会儿就回来看我，要不我怎么整这一下子冷面给他们预备呢？闺女回来就给吃冷面。你要是我爸爸，我也不回来。哎，还有点吃亏了呢。哎呦喂！啊，这马大姐吗？哟，这不马大姐吗？啊，老牛，他认出来了。您下班了，杨大夫。别提了，溜溜忙了一天呢，连中午饭都没赶上吃，所以呢，我得先点吧点吧。好好的，点吧点吧。小王啊，烤冷面一份，一份。好嘞，您等会儿啊，半个小时就好。哎，哎哎哎哎，啊，什么？
一份烤冷面半个钟头，有半个钟头的时间我早回家吃去了，上你这吃了干嘛呀？你这是烤冷面的还是烤全羊的？这么慢，这么慢？你这个没办法呀，我在你前头啊，我整了十份，对不对？你这样一个玩意儿，还加十根火腿肠，多搞辣椒，多搞辣椒，搞搞搞！你一个人吃十，吃十，他十份，十一份，还有一份是我的。老牛啊，你听过那么一句话没有？啊，这个牛啊，吃了草以后呢，它挤出来的是奶。你没事吃这么些烤冷面，你能挤出什么来呀？能挤出什么来呀？能挤出青春豆来呀！半罐子辣椒都给它刷上了。呵，那这玩意儿没办法，那我姑娘就好这一口啊！啊，杨大夫，啊，你不知道啊？什么不知道？我姑娘，啊。哎，嘿，不是，我说你别拉长音好不好？别拉长音行不行？我姑娘，哎呀呀，一会儿啊，我姑娘跟我女婿要回来看我，我给人家准备点好吃的呀。就这个，就这烤冷面就得好吃的呀，烤冷面叫好吃的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我爸爸，我压根就不回来。哎。我就让他绕进去了，让他绕进去了。哎哎，怎么的？怎么的？哎哎哎，是不是有戒糖啊？你啊，要是有糖，是有吃，是有糖。我这，来，我这有花生米，你对不对？赶紧的。别说啊，嗯，这花生米炒的真地道，嗯，真地道。哎呀，这就是一个当爸爸的给闺女预备的，嗯。又让他绕进去了，嗨，又让他绕进去了。爸，回来了啊！嘿，瞧，给您拿了点点心。又买点心呢？上回买的还没吃完呢。上回买那是绿豆糕，今儿给你买的牛舌饼不一样。你呀，啊，你说你这天天的也不上班，这个还总买东西。有钱呐，就攒着点儿啊！别老给我买东西。您不用操心，我心里有底。有什么底呀你？是，咱家呢倒是有这么个小院儿，嗯，可是这个东屋和西屋全都空着呢，就觉着那间租给了冷面王，还是个小买卖，经常收不上房钱来。请问您这底在哪儿呢？哎。看见没有，闪送员呢？我们时间相对灵活啊，而且自主接单，一个月下来六七八千，这不挺好的吗？这年头啊，真的变了。嗯，哦，你说你这儿吧，这个工作天天的到处跑，那院那帅帅呢，整天就窝在屋里搞什么传播？哎，嗯，主播。我不懂得什么叫主播，我就懂得主播吧。你说没事拿着个手机，拍拍这个，录录那个，哎，时常不时常的还搞什么直播。爸，您可真够操心的，人家帅的爸妈都不管人家，您犯得上吗？怎么犯不上啊？你俩是什么关系呀？我俩没关系啊，上学的路上手拉手。放学的路上一起走，二十多年了啊！哎，你还说你们俩没关系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得对人家负责。我不是，我对他负什么责呀？负什么责呀？啊，是，就算是我俩小时候一块儿都长大的，我俩也没谈恋爱呀。你就是现在谈，他也来得及呀，是不是？你说不谈恋爱。你怎么对人家负责？哦，谈了恋爱就对，不是，我凭什么对他负责呀？我都让您给绕进去了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帅帅给大家首次揭秘我的家，走，带大家看看。这是我们家的门槛儿，这是我们家的南屋。咦，哎呦这。这不是我爸爸，这是我们家西屋的住户王大爷。王大爷，哎，好，帅帅，怎么着，又自拍呢？没有没有，我直播呢。
哦，直播，那个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您好。王大爷，您这帽子挺漂亮啊。啊，那是啊，这是我们闺女王爱佳特意给我买的，怎么样，漂亮吧？漂亮，倍儿帅。哎呦，你们别瞎猜了，这也不是我爸爸，这是住我隔壁屋的牛大爷。牛大爷您好呀。说我呢？嗯。哎，好好好好，您好啊。听说您姑娘姑爷今天回来看您啊？啊，这不正等着吗？那怎么还没来呀？哎呀，是啊，我也问呢，怎么还没来呢？行了，别拍我了啊，上别处去拍别人啊。嗯。叶河，这是老妈吧？哎呀，你看看，哎呦，哎，又来了，这也不是我爸爸啊，当然了，更不是牛大爷的姑爷啊，这是我们旁边那院的老街坊，看着我长起来的那大爷。帅帅，你就是说你这就直播了，全国人民全能看得见啊对对对，全国人民都看着呢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，我姓那。叫纳成，大家都叫我老纳。哎，老纳，这厢有礼了。好了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，感谢朋友们的点赞和关注哦，拜拜。嘿，帅帅，你瞧我来这么会儿，还赶上你直播了，弄得我刚才还挺紧张的。哎，帅帅，啊，这是纳豪特意让我送给你的。啊，什么呀？酱羊肝，嘿嘿，好吃的呢，专门补眼睛。羊肝补眼睛？嗯，那补的都跟羊眼睛似的。嗨，你这孩子，你不懂。这门口是谁呀？是不是就我们家老马回来了？嘿，你看我哪点像你们家老伴儿啊？哎呦，老大呀。嗯，我这不是眼神不济，瞧不真着吗？老大，嗯，旁的不说了，坐会儿，等会儿啊，啊，待会儿咱们喝两盅。那好啊，看这意思，是不是季红和孙明要来呀？哎呀，等半天了，咋回来了？哎，回来了。这个世界越来越好，我不停地奔跑，追寻属于自己的荣耀。是谁不断为我打 call？ 最亲爱的人们在我身边围绕。每当我与你因坎坷跌倒，被风霜雨雪阻挠，你们总能给我依靠。家是最温暖的巢，让我疗伤，让我抱，哪怕埋怨和唠叨，也是为彼此心焦。家是最安全的岛，守护心中柔软的一角，我会更勇敢，不要努力回报，分享我的骄傲。